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请问黄浩平还有大根，这妆化的这么浓是要干嘛？我们还是赶快回到现场一探究竟吧。现场孙春风亲自来喽！哎呀，好久不见了，来抱你一下，来抱一下，来抱一下，每一次啊，这个前两次都是他的女儿啊，这个带来他的这个新的宝宝啊，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演出来的那个。那出什么戏？流星，流星，对对对对。好，这个一个是赵婷，一个是玉珍，好，玉珍。再演下去你就变男生了，是不是？这样他很握住嘞，因为他光头是我叫他理的。他很厉害哎，因为其实一年当中我们都要介绍你们不少的戏，今年又一个大戏，就是《四两皇后》。哎，因为我每次介绍都是新的戏，你晓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其实这个戏排了，出去演了，就开始在想新的戏了，对不对？对。有的戏要好几年前，像《四两皇后》，我们大概这个剧本三年前就出来了，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空把它排出来。这样说好像对导演很对不起，没关系，他是我小叔，他很早，他是有史以来我看过最早交剧本的，就是《四两皇后》，就是《四两皇后》，对对？他一直询问说：“哎，我们没有要排吗？”才盛国对不对？对，盛国一直在，因为盛国还要再排别的戏啊。对啊，他就说。我们不排吗？我都写出来了，你们还不排吗？那老板就跟他讲，目前还没有办法排到这一出。好，这个戏其实刚刚我们来看到这几位啊，都是年轻人哎。对。哦，对不对？而且长得很漂亮哎。对，他们都是新一代的，对不对？对，他们都是新一代的。新一代的。舞场，活跃的。其实这个也要感谢盛福，他真的造福很多人。因为当年是盛福第一个把国乐团跟歌仔戏结合。你讲盛福好像是讲的外人很陌生啊。对，他说盛福，我一想，这赶快看一下盛福，你是你先生的。但是到底在家里，到底是爸爸说话算数还是妈妈说话算数？当然是我爸爸。当然是爸爸。还是爸爸。对啊，你看他多强势啊！我们家三个女人都归他管的啊。真的。但是他最爱的是他。他一直跟他讲，你是长女，你是长女，然后第二个才是我小儿昭贤，昭贤，因为他是团长嘛，儿童剧的团长，所以他必须很多事情要跟小团长要沟通嘛，所以最不爱的是我，有点吃味的感觉哈，当然有，他对他们还不敢那么大声，我想也是，他对我还真的很大声，所以我很不爽，我好不容易。上小燕姐的节目，我就跟她告状，要告状，要告状，要告状。我觉得这个只有你是我的后孙，只有你是我的娘家，是不是？你讲的话，她绝对不敢说不，她会微笑的跟你讲啊，对，好，但是不会改，重点不会改，你也知道了啊，你也知道。其实，玉珍在这个在明华也很多年了，对不对？他们两个同时的嘛，同学嘛，同学。是，所以你家里不是你家里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女儿已经是给了明华有？其实还好啦，因为我还是会回家，对，跟爸爸他们的关系也都还是有在有联系啊，有联系，联系啊，那有联系，但是有联系，但是不常见面了。对，那你对不对？都会跟着剧团到处公演演出，真的是时间有限，跟家人聚的时间有限。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啊，你们走到哪里都是大家一起行动的，对不对？哇，因为我觉得现在国乐团出来，他们多了一个行业。他们以前一定是要加入国乐嘛，现在他们可以到各个不同的歌仔戏团去参与，那这条路也是当年我先生把它打开的，就是把国乐找进来跟我们歌仔戏合作，慢慢磨合出
一套系统，系统，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国乐团的人毕业以后就可以到，对，就可以到剧团。错不错，不错。其实电视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就是大家好像假日就可以看电视了。对，电视的歌仔戏也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出去淋雨啊？对，现场看呢？对，现场看。所以剧团的也有一阵子，其实就有点落寞。但是明华园在今天，不管是在世界的舞台上，在台湾到处还是都会看到明华园。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有一部小说是洪醒夫写的《散戏》，对，《散戏》。所以你先生觉得应该要把这出戏拿出来演。对，因为当初光他的名字叫做《散戏》，歌仔戏讲就是煞戏。耍就耍嘛，耍就没有了，结束就没有了。所以其实这个题材很多人都不敢动，只要是表演团队都不敢动这个题材，怕忌讳。对，怕忌讳，演耍戏啊，那以后就结束，没得演了吗？没得演啦，所以没有人敢动这个题材。但是你知道胜福的个性，对，越没有人敢做，他越想要我敢做。对，那他所以他说，我们就来做一个。不跟歌仔戏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完全的歌仔戏，他希望是现代剧跟歌仔戏的结合。其实他讲的是剧团的故事，对，是当年在50-60年代这个歌仔戏要真的要没落，那个时候真的要没落，很多人收掉了。对，那明华园的老团长呢，就在那个时候讲我们不要，对，不要，他坚持到，要坚持到今天。其实呢，也亏了你老公了，还有他们兄弟啊，哎，对，兄弟的团结一致啊，就把明华园又带回了真正的舞台，而且带回了大舞台。我想这些就是要纪念这件事情，同时也纪念当年有很多没落的团的老前辈啦。对，他们留下很多的戏，因为当年我记得在我在台视看排歌仔戏，其实没有剧本的。都是一个陈春忠明老师在那边讲戏，对不对？所以每出戏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是啊，早期都是用讲的，用讲的。那你脑子要清楚，不要那个先那讲完了，前辈讲完，你还跑去问，你可以再讲一次吗？你就会被骂了。啊，不能，我洗干净了，出去啦。因为这个时间都很赶，讲完马上就要着装，就要出去演，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思考。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很厉害，他马上要输入即兴创作，即兴创作，对，然后即兴的想你的口白，出去还要唱歌，还有身段，还有台词还要自己编，然后你要学身段，然后可是一天赚下来的薪水真的很少，很微薄。所以真正到电视电影出来的时候，就那个大环境已经逼的这种很基层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事业的人，他不得不结束。所以这也是，可是在这个戏里面呢，虽然他是悲剧的收场，洪醒夫先生他写的是当年代悲剧的收场，就是散了结。但是后来呢，我先生，我跟导演，我们一起讨论，我说这个社会已经太多的悲伤了，我们让大家有希望，有希望，不要看到一个是没有希望的东西。所以最后呢，我们是让他ending 的时候呢，就婷婷演女主角，我演她的团主阿朱 Z 啊，我们两个就讲了最后一段话。因为我说那我们就散戏吧，没办法维持了。但是我跟她讲，我说如果以后有后辈或者有人愿意承担起来，我希望是去上大间的演。我这句话其实就印证了后来明华园就真的到，就真的到来国家戏两厅院演出，对不对？对，国家剧院五月，所以这个戏是跟这个戏也是有连结。是的，五月底你看《四两皇后》，六月你就来跨煞戏啊，煞戏又名《不见不散》啊，对啊，对不对？哦，《四两皇后》呢，因为它是新编的戏，所以它必须要巡回。那巡回的话，我们六月是在台南，对，在台南，七月份到台中，七月底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可是像端午节快到了，你们会不会还是要演一下《白蛇传》啊？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呢，很难吗？因为我们现在正这么多戏在手上，啊，白蛇传一排下去，可能
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剩我老公自己站在那里。所有人都罢工了，我也会罢工。他喷水，他自己在那里喷水好了。可是你晓得吗？很多人觉得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如果有你们演出白蛇传，那个是对今年的端午是一个很大的期待，大家会更好的回忆啊。对，好像过节没吃粽子，没看到白蛇传，大家都有遗憾。对，没有被喷到水，很遗憾。可是白蛇传实在太大，规模太大，所以它经费要很多。所以你们是几年才能演一次吼？我们已经停了大概两年没有演白蛇传，因为我们之前太疯狂了。因为太疯狂，一直砸钱，一直砸钱，砸到现在没有钱了，所以没有办法演白蛇传。你讲成这样，你这样讲，真的啦，这是事实。那好，赶快来多看这两个戏，让你们赚点钱。我跟你讲一个笑话，陈正在，他这次再回来演四两皇后，他就记者会当中他就说，为什么他会回来演四两皇后？为什么？他说因为前面的戏，他的三哥。因为圣福是老三嘛，他说他的三哥是一个躁郁症的人，所以他一直在砸钱，一直在砸钱，所以前面的戏都撩急。那这次他出来了，跟我出来了，就是要来抢钱，票房抢一下票房这样。对，要他的名言呐，他的名言是哦，没有。可是我们这一次是资深的带着年轻的。一起演，一起演，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很重要。其实除了让年轻的有机会演一些戏，对老一辈的带新一辈的演，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个，其实像歌仔戏，我觉得有你们的带，然后让年轻的人也爱来看。对，那我觉得像散戏这种戏，就可以吸引一部分的人，或很多人，对不对？很多看剧场界的也会，他没有看过歌仔戏，可是他透过散戏这部戏，他进到了剧场来看以后，几乎每个人都写剧，都写心得，剧评，对不对？对，心得没有人叫他们写，要自己写，然后po上去，然后都是正面的。没有一篇是负面的，我们就觉得说，啊，我们做这个少爷真的这么棒哦！是啊，是很厉害。这可是真的很棒，因为每个演员在里面呢，都是脚足的劲在演他的角色。而且他有些不会演，还是要练，对不对？像景文，他哎，景文啊，很可怜哎，他很可怜吗？他很可怜，他的身段真的练到他要丢筋了。然后，可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唱很好。所以我们就让他演一个跟秦香莲的对手戏，就演那个公主，就是跟他要抢角色。对，要抢角色。那怎么抢得过他？他练歌，可是他歌唱得很好，他把歌仔戏调唱得很柔美。其实歌仔戏扮相很重要啊，像他就是扮相好啊。来，我们来看看景文。景文粉墨登场，歌唱功力让人惊艳。谢谢师傅，也谢谢招提，当初就是他打电话给我说，姐，你要不要来演？我觉得真的，你们真的是慧眼识英。其实歌仔戏扮相很重要啊，像他就是扮相好啊。来，我们来看看景文。大家好，我是金文，要为大家介绍两出好戏，一出是《四两皇后》，一出就是散戏。我伫内底是扮一个歌戏唱袂好，唱来红腮阁唱袂着的小三，不是小三吧？听好，金香莲呐。Thank you.
样子，你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秦香莲，因为你刚一直对着小燕姐，对，他一直对着我叫秦香莲，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对吧？其实秦香莲是招婷演，就是我在里面，我要感谢圣福。你这样讲讲的太亲近了，你也跟他不熟吗？你要讲团长啊，我要感谢圣福团长。对对，因为刚开始不是找我演这个角色，嗯，刚开始是找我演国泰，就是更老的，就皇后的角色，比较稳重的。对，因为他感觉上你比较像那个，他个性比较稳，但是哎呀，他的扮上很漂亮哎，我真的觉得圣福的眼光很好，团长，团长的眼光，他已经跟他很熟了，很熟很熟，他都不会骂你，好了，你们很熟了，他都嘛在背后躲我，真的。真的吗？真的，因为每次团长，我都跟团长说，团长，你千万不能把我换掉，千万不能。不害怕，对不对？因为我太爱这个角色了，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就是甘木娜师姐，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演小三，对，我觉得太过瘾了。歌仔戏的小三，歌仔戏的小三，私底下也是，私底下小三，在私底下，我跟玉珍，我抢她的老公，因为我们都是戏班的。你抢他的，他是演小在三戏里面，他演小生，小生，我演小戴，那永远怀着大肚子的小生，一直在生小孩。对，我带了两个肚子，还有一个，没办法想象哎。他就是肚子，我觉得玉珍好棒哦。那时候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他就带着肚子。我跟你讲，隔天来，我想说你带着又带枕头，两个枕头来，然后又带那个我们炒菜的那个围巾。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没有，我要做大肚子。他们都自己做哎，开玩笑，这个。团里都自己做，我是自助，我们是自助团呢，自助团呢，我觉得好厉害哦。对，然后就是看玉珍自己在缝，这些他们都在自己做的，哎，有一些自己有改的，对。然后就是看他们自己，玉珍就挺个大肚子，然后扮个小生，他小生扮相真的也是很帅气。对。然后我就在台上，因为我在台上是跟他演一对，可是我在台下是抢他的老公。对。哦，你这个女人哦，真坏，直接广告派。然后她是桃秋短，就是第一线女主角。第一线女主角，我又要跟她抢女主角。女 A， 女孩跟她抢女主角。对。刚说凭什么？凭什么？就是凭什么？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她很爱呀，很爱这个角色。很爱这个角色，她很发挥啊。我有就没有办法，女主角我也做不到，歌仔戏有唱的没他们好。然后且人家老公又抢不到，结果绝了。我跑去唱刮不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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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这个好了，现在有形象了，公主，真的公主，对，哇，这个角色戏太可爱了，对，然后因为我们戏中戏有一个拼台，拼台，就是歌仔戏跟歌舞团、刮不团那个年代的时候对打拼台，然后他就是一口气，然后从我们这里出班了，就跑到对方那边去，然后就跟着我们杠上了。对，所以他很喜欢演这个。你穿歌舞台那衣服好看吗？超好，好辣，超辣，把它给夹挡在歌舞团。歌仔戏都包紧紧，真的。我觉得我的意思，你能露吗？你不是包起来比较好吗？小燕姐，你知道这几年胖了不少，胸部也长了不少。这个戏了，我觉得散戏真的大家都要带父母来看。然后我觉得过去的年代能够被留下来的，它就是传统，就是厉害的。其实更重要的，我想圣福演这个戏啊，就是散戏，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散，可是有机会。我们更希望把这个可以发扬光大，对，对不对？其实很多观众在台下看到最后，尤其是我们唱《黄金年代》，就是落下那乡好戏就带万林康行红花抓带千里路途三五步百万军兵六七人看台顶悲欢离合把一年人生人梦会哭哎，会哭。对，我觉得他整个是写这整个年代，然后有悲哀，但是人情味是有的。嗯，我觉得谢谢，谢谢，谢谢圣福团长，谢谢圣福，谢谢师傅，也谢谢昭婷，因为昭婷是我好姐妹，当初就是她打电话给我说：“姐，你要不要来演？”
我觉得真的，你们真的是慧眼识英雄。真的，我们的概念里面没看过他演坏女人，你知道吗？对，所以本来是要让他演那个国泰就好了。那谁知道他演了以后就觉得这女人够坏，够坏，哎，这太欢了欢了，你知道他其实欢欢的，欢欢的，会吗？欢欢的，对。萱姐还蛮了解的，对，真的，他欢欢呢，你小心哦，小心哦，对，在我们这边很正常的。因为明华园什么人物都有，对，比他欢的更多，比他如的更多。哎，这恭喜你哦，也祝这个戏顺利。恭喜你，够配，够配。你们看他现在连走路都有身段，对，有身段要练。恭喜你，身段。优雅的身段，坐下来。什么鞋子？这什么鞋子？哎，你赶紧定哎，十公分。你赶紧定哎。我特地请剧团帮我去做10公分的鞋，所以我在台上是小巨人。他超厉害。笑话是因为我们两个每次站在一起，导演都说：“景文，你再站高一点。”然后我们两个都跪着哦，然后导演还会讲：“景文，你再高一点。”跪高一点，跪高一点。因为其实真的没有穿这鞋子，没有办法跟他对齐。他就这样，不好看。怎么讲？那个头我们还放大到，我也是要高了。谐星挑战歌仔戏，经典曲目全走样。我就是车厅大神孙悟空。听说你们来了，他说他们对歌仔戏也很有这个，不过刚刚也吃到苦头了。哦，真的，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没有接触，穿这么多，没有接触，而且是真的，你平常他们演短剧嘛，都是随便穿的。今天穿起来哇，觉得那个衣服这么漂亮，都是你们带给他，对不对？刚刚赵腿还在帮他弄，我说你穿起来人模人样，待会演出来，我说孙翠凤小姐要看。哦。然后呢，你们的乐队在，他无法唱，因为他们平常都乱唱。看我们乐队来干嘛？就是让他们看看，真的，是是，对，真正演的时候又不一样，要不一样。我觉得也是给他们一点这个经验。这个大哥跟我好评说，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啊，让你们看看，以后有什么不见不散的戏哈，也会想到他们，好不好？可以。就是车天大神孙悟空，奇怪，师傅哈那会行咧行咧，人就无去，搁留一只马给我。但师傅就是唔知啊，我大神是无咧骑马嘛，我拢骑筋斗云嘛，是讲这马是要安怎骑咧？龙车辛苦，龙车那辛苦，起价哦，嘿，呼，还有，那一只公牛啊咧吃咧，公牛啊。那还在哭嘞，姑娘。公主，我哭啦！我心骑白马啊，走三关，伊解我锁伊哟，回中原。你拄则无咧听哦，我讲我咧想我的暗仔，我就是伫咧想的王宝钏呐。原来是安尼，你是王宝钏哦。对啦。歹势，你拄啊实在是手较足歹。手较足歹。哦。你讲什么意思？无啦，阿玲翁是去倒位哈？听讲伊离开西凉了后，走去阿美利卡啦。啊，恁翁走去遐阿美利卡？对啊。啊，来，安尼你安尼找无着伊啦。啊，为什么咧？伊去阿美利卡，你就要唱英文的啦。
英文。来，音乐给抄落。就好，但是我一句拢听无。你若跳舞都贵啊啦。贵啊，对啊，一句拢听无呢。小蛋姐，我借问一下哦，你到底是啥啊？对啊。你规身躯穿啊黄黄，我知你是海绵宝宝。哎呀，我肯定是啦。我拄仔讲啊大声，你拢无听到我的声吗？你声。我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条歌奈怪怪的，这条歌是我拄仔来的路上，一个阿伯学的，迄阿伯卡叫做张帝阿伯。张阿伯，我了解哦。哎，我有这条。整个音乐里突然弹下去，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唱下去，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大家一定要支持你在心。哎，奇怪，那有一条歌出现，太奇怪哦。哎，所以讲，听讲你嘛是要去找你的师傅。对，我是要去找我的师傅。对。这首歌我送给你。够夸了。我师傅不知道在哪里，但我今天遇见你，就要很开心。我们两个要一起去。去哪里？我现在告诉你，美国就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们俩一起去。啊！阿米老师，能不能还别再看下去？跪下来吧，怎么样？师傅，对不起，吓昏了，我都白笑了。这两盘我跟陕西不是这样演的。我问你啊，跟我拢无关系啦。对啊，我问就知影讲，这戏真正足好足好看，无对比对比的效果。对啦，哎，其实啊，我告诉你，年轻朋友都很喜欢。玩一下歌仔戏，对，但是他们不知道，是真的来演，还真的很难，真的，对不对？刚刚他这样一对上那个锣鼓就，哦，那个锣鼓点好难，连一对上，很多人家都花十几年去学，我花他们两个人一直在那里，不能等关 ，cue 你，对，他刚刚秘密讲的，对的，对的，后来最后还是阿米老师帮他伴奏。就知道这个功夫磨得深哦，就是铁杵要磨成针呐，对不对？其实真的不容易哦。他刚唱的都一直在飘，拖板，完全没有在板上。这是我个人的风格，而且也很给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演员呐，有吗？有，就是完全没有在板上，
所以那个人就是只能去演龙套啊？怎么可能让他穿得这么漂亮？能够在明华园里面演龙套也是我的荣幸啊。这个孙悟空就怪了，全世界大概只看到孙悟空是骑马的。对，如果师傅留一匹马给我，我不想骑啊。你从头到尾马鞭都不会把它放掉，就一直拿，然后还给我骑这个姿势。这是小朋友是啊，当然不没赛啊！我先考考你，你知道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我考考马福吗？马鞭？马鞭哈？马铃鱼？马鞭，但是他也是一匹马，在舞台上他也是一匹马，也是马鞭，所以是抽象的。你刚，请问你手有没有勾进去？没有，所以你一直是牵着马。对哦，要一直牵着马。你那个叫做牵着马，对，你牵马然后把它跨着，所以你根本没有骑在马上。我还是牵着马。对，你这样没有骑，因为你这样没有骑上去。通常骑着马是要抓住缰绳扣上去，然后会先做跨马的上马的动作，上马动作以后就随便你爱怎么耍爱怎么耍都可以，但是很少会有人把它。在舞台上这样可能就你这样可能下来就被导演骂，对，然后要去跪谁你知道吗？跪祖师爷，父祖师爷。对，其实啊，这个舞台上面有很多演绎，你想说确实它就是一个。它有抽象，抽象的也有实际的，对，它是两种在一直在舞台上变化。因为你总不能拉几匹马在舞台上，等一下它大小便都在上面舞台，我们都不用演了。对，所以它就是代表马鞭，它也代表扣进去，代表就是你现在是在马上，你有拉住缰绳。如果你是这样拿，就表示你是牵着马出来要给人家骑。You know， 这真的是，而且孙悟空，我们从来没有看孙悟空可以骑在马上这样，怎么不骑马的？孙悟空的功力很厉害，他都是用翻跟斗的。有，我有翻他。你刚那个，你那个叫做洗地板，那个是翻跟斗。来，我们请我们林真教你几招。很简单，景文都会了，你怎么可能不会？你教难一点，我可以。难一点吗？真的？没有没有，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呀。他先教你最基本。既然今天穿的这一身孙悟空，那我们就打猴拳。猴拳。好。然后放在腰这边，猴子。这个是新，这个新。好，没关系。这是迅猛龙。哎。我就觉得你好像一种动物，但是我想不起来。好，他们这样一个，一边，对，两个，然后拉三把，拉开，拉开，然后打五下，一、二、三、四。哦，我今天穿牛仔裤，有点紧。来，连拍三下，五下，三下，就是一、二、三、四、五，五下，五下，这样子打两次，打两次，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好，跳起来，跳起来，让下，哦，这个他最会了，这个高处高明，对，高处高明，红脸都出来，这个不错，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孙悟空是非常有智慧的大圣，对，齐天大圣啊，齐天大圣是。武功要很好，武功要很好，所以是武生的戏是吧？武生跟武丑。陈昭婷哭掉教学，黄豪平超爆笑演出。真正的苦旦哦，他的招牌唱是要唱靠调啊，靠调啊。我想啊。你知道你这个扮相是什么吗？女生。对，女生，小蛋。我们蛋还有分。哎，还有分什么蛋？生鸡蛋跟熟鸡蛋。茶叶蛋、文蛋、咸蛋不会破的。三八蛋、泼辣蛋、苦蛋，还有五蛋。请问你知道你这个是什么蛋吗？苦蛋。
对啦，嗯，王宝钏是苦旦。是。那你刚刚，请问你刚刚唱的那个《七里亚》的歌词？是什么？你在想念你老公吗？我在唱，因为我只会唱这一首，所以只能用这首《一心骑白马》安尼。这条歌是恁翁在唱的。对对对。对，你知道恁翁什么人吗？因为王宝钏的丈夫是谁？薛平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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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是你丈夫在唱的，对哦，对，所以他唱的意思就是他要回来找他，找他，就没有想到王宝钏自己唱了，对哦，大刚听啊，大刚哦，听他丈夫就唱出来了。那其实真正的苦旦哦，他的招牌唱是要唱靠调啊，靠调啊，哭调，苦就苦哎，开心。来教一下哭调，哭调，其实它很简单，那就是女生你一定要跪着，因为她很可怜嘛，所以你就永远要跪着，然后你水袖要捏好，对，反正你就，哦，这样也可以啦，对，哎，不是 OK， 不是 OK， 这样，对，这样捏好，哦，很多心情，对，然后很可怜哦，我想我可来跪啊。苦在哪？苦在我们的儿童，好苦哦，好苦，不够苦了。没有没有，最重要的是那个苦在那个 feel， 一定要有一个气腔，只要领教一下气腔。你真的好邪心哦，你完全苦不出来。好，老师，我们再一次。我想我可来归阿罗。可是真的有男生在唱苦旦这样子，有男生唱吗？有，像其实歌仔戏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反串，对，像我们女生都去唱男生的那个梅兰芳，哎，对，那个是那个我们叫做前旦，男人去唱小旦哈，那如果女人去唱小生叫做昆生，昆生，对，像我就是唱昆生，就唱反串去演，那其实歌仔戏的观众最爱的就是反串。像我想看，像他长得这样哈，不是很好看吗？还好吧，过得去吧。我们上戏里面就是他后来要出班，他要出去离出走这个班，那我本来是唱公主的嘛，可是我就好不容易他出走，他离开了，我就可以唱小旦，他就来可以唱这个，我就去唱秦香莲，他就是唱那公主没人唱啊。就换那个武生来，就换武生来唱。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它里面就是反串，然后伴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让大家看到那个戏台后台的人生较劲，就是你随时一直在学习。老师，我有个问题，那这前提之下，是不是要先会唱歌呢？会啊，像他这种唱五音不全的。喂，没有五音不全呢，他很神。已经不错了，至少他咬字清楚，你的我完全听不懂。当然，我唱的是很奇怪。至少他的台语咬字清楚。我刚才听到你们唱英文，对不对？他唱英文，真的。请问你有上过我的课是不是？哎，没有呢。你国中的时候有没有上过我的课？有没有我去教你？干那没呢？哦，没有，他就可以用英文唱歌仔戏。对，因为我在教课的时候，我有教过英文的歌仔戏。对，这个跟陈昭廷有关。为什么你自己说？没有，因为就是以前不喜欢读书啊，然后就怎么背英文都背不起来，然后就用英文去唱歌仔戏，然后就是怎么背都背不起来，所以家族的人就会说这么简单，你就把它唱进去就好了。然后来我唱进去就可以了。没有，后来我为了他单字26个字母都背不起来啊，因为我也没有空管他。后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他，来，妈妈唱一首给你听，用英文，给你的单字，你用我们的七字调，然后把单字背出来。这样大概一次两次你就会怎么唱，所以你看我十几年前就开始用七字调唱歌仔戏，啊，最主要是练那个字母。A B C D E F G
是有腔有调的，而且他很容易在唱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去跟着去一起唱。你一直在跟着唱，他好热情耶。深奥，但是非常是没有那么困难呐、啊。其实它很亲民的，对，那就是用平常我们生活，然后把它提炼出来，把肢体美化。像刚刚景文现在走路就会这样，对，他都会穿那么高，10公分还可以走成这样，这不容易。走路也会这样吗？你是要这样，你是猴子要这样？哎，我告诉你，要演其实你们演喜剧的，真的应该要去看一下四两皇后。四两皇后陈善哉的演戏，陈善哉，我告诉你，他的喜剧真的赞，真的，对，是真的赞，我歌仔戏界的一哥。对，以前我在他们最刚开始明华园的时候，在国父纪念馆，我就过去看，哦，很真的叫崇拜，哦，所以你们都要去看他的演出，四两皇后，他们有在国家戏剧院、台南、台中、高雄，对，坐个高铁就可以去了。台北有，真的，其实我觉得。看他的戏，你真可以学习到很多。其实歌仔戏，他整个戏来看你，你会知道，除了他们的唱腔以外，他们的戏味很浓。对，戏味很浓，故事很好看。是，对。像我们的戏哈，其实你光看戏还没开始，看到那个视觉，每一场每一场的视觉就会让你。眼睛一直发亮，一直发亮。然后它的规格，因为盛福先生，盛福先生很爱花，很爱花，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好漂亮的花，很漂亮的布景跟道具，都是他砸成本砸下去的。所以还会看到我们很漂亮的戏服出来。我们以前的戏服都是台湾设计师，那我们几乎都用片了。后来我们现在都是找国外的设计师，所以光是服装一出来就会让你哇发亮。这个就是你当你一出戏在演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是跟观众说我花了多少钱，而是对自己，对自己我已经做到这样的，我应该要更好，而且新戏的推出，所以胜福赞，谢谢。那个花钱要花得对。花钱要花的对，而且要花的真的是值得。对，观众看了要哇，真的值得，而不是说。所以这次胜福团长老婆讲话了，听到没？是，因为他每一次都花对。老婆讲话，老婆说得好。对他，因为刚开始他在花呢，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跟他离婚。我等到作品一出来，然后观众的评语，评语后你又没话讲，我就没话讲，我就想继续跟着这个男人吧。对，对，你是真的是我的心里，你是他的男主角，我是他的男主角，所以他晚上就是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所以你们有看到，我一直都是长发，生怕他弄弄错，应他要求。要不我本来就是剪像小燕姐这样，利落嘛，干净，我们好整理嘛。他非常不能够接受我理短发跟他睡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佑贞就要剪成这样？因为他是我，因为他是剧情的需要，剧情常常演师父，哦，演师父，对对对，所以就在这佑贞要辛苦继续演下去，好，没关系的，这样也可以，也凉快的，好，我们祝你们这个四两皇后演出成功，剧院还有善戏也演出成功，谢谢。